我们的侯跟赵的民调呢都在稳步的持续上升，而昨天呢我们的内参民调呢也出现了黄金交叉，这就代表我们在这段时间的努力呢有持续的让民众去看见。那除此之外呢，我们的政党支持度，也就是我们的不分区选票呢，一直都是三个政党里面最高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的不分区名单被称说是史上最亮眼、最强的名单。我们也要借由这一次的不分区名单，他们我们所有的候选人呢各自的专业，来找到我们的中间选民以及年轻选票。所以我们在今天的倒数三十天，我们来公布这一次我们的不分区候选人以及我们的正副总统候选人，再加上我们的朱立伦主席领军之下，我们一起共同拍摄的这个 CF 的影片。那这个 CF 的影片呢，我们是使用了比较年轻、明亮、简单的风格，希望我们的团队，国民党就是一个大家庭，我们就是一支棒球的团队，每一个人各自的分工都非常的明确，那大家聚集在一起，我们就能够一起赢得最后的胜利。